哎呀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米哥。刚刚呢，因为在外面风比较大，然后呢，小朋友一直想吃他那个面，然后呢，就我给他把那个面给他藏起来了，没让他吃。你放哪里那个面？哎，吃完这个再告诉你。我要煮面条的，我吃习惯了，吃这个海鲜我会过敏的。是吗？没事，过敏呢，我陪你去打针。我再帮你剥一个。这个是蛮有营养的，你在山里面吃不到的。我自己都舍不得吃，给你。舍不得吃，你可以拿回去。给你买是应该的。这里还有肉啊，里面的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个不是。这个是搞不出来，这个弄不下来，是骨头。来，给你一个，这个给你搞。这个黄，这个是黄。你吃，你看着我吃干什么？我吃这个爪。你看你拿几个，我就给你拿。不用，我吃完你。我给他煮面。吃完之后，我妈我吃，她吃的话，我给她买就好。开心一点，有什么不开心的吗？事情想多就不开心了。想那么多干嘛？就你夹在这个里。你吃这个是好东西。我经常吃，我这个不能吃太多，我过敏海鲜。我想吃这种。这个螃蟹，这个玩意不能吃啊。这个是鳃。里面有脏东西的，重金属。所以说，我们在吃这个螃蟹的时候要注意的。这个是它的那个牙齿啊什么的也不能吃。然后从后面掰开的啊。看，哦，看到没有？慢慢的蟹黄。来，小凤，给你挑出来。来，给你这个，给你吃。用嘴巴吸吗？给我吃这个。你给我。是哪种？你吃这个山呀？给你呀、啊，我把这个爪吃完。我不吃，你打包去给你妈妈吃算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螃蟹这个不能吃的。我知道了。这个。我也不是第一次吃螃蟹。把它丢掉，这个。但你这个你要拿去喂狗吗？我吃爪子，你吃肉。要喝水不？不喝。我去给你拿水。你喝水不？我不喝，你要喝吗？我去给你拿矿泉水吧。那个也是矿泉水。有纸巾吗？有啊。帮我带个纸巾。嗯。好了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我不喝吗？喝。我给你剥。这个螃蟹壳子。不用，我自己吃。咬！哎呀，我咬，我不想吃蟹的。给你。我不想吃这个包。有营养的，营养挺高的。
又高了，真的。这个营养价值很高了，要多吃点这个，给你补一下身体。还有鸡蛋啊，鸡蛋是很补吗？鸡蛋那是人造的，人造蛋。我捡了母鸡蛋生的。吃饲料的。那是饲料吃稻谷的。哎呀，好硬。给，我问。有钳子不？没有。有锤子不？这里有个锤子，你先吃，然后你吃不完的话，你打包，我先去干活了。那农活还没干完。哎呀，你先吃嘛。我给你剥好了，快点过来，吃了。